节目《牧羊四超玩》而打开知名度，甜美外形加上亲民个性，受到大批粉丝喜爱。近期多以短发造型亮相的他，日前接下发品代言，并为此留回久违的黑色长发。一样造型一曝光后，立刻在网上引起讨论。几张照片中可以看到，他留有一头亮丽的乌黑长发，配上齐刘海，和先前的俏丽短发相比，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温柔有气质，搭配简单的妆容，模样超级清纯可爱。不少网友看了纷纷直说，第一眼差点认不出来，好久没看到长发的样样，这样实在太美啦！就连一同主持节目的搭档坤达也忍不住疑惑，表示这是谁？也再度与网上引起讨论。Bye.